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，避免局势升级，防止冲突外溢。中方支持安理会尽快讨论并接受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倡议召开更大规模、更具权威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，就落实两国方案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。我们还对巴以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，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全面地执行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，立即实现无条件持久的停火，切实保护平民。要尽快建立人道救援机制，确保人道物资快速、安全、无障碍、可持续的进入加沙。